很多人说豆哥很久没出现了，对，他们要退订了。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？你很久没有出现了，豆哥。对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豆哥。你有觉得你很久没有出来玩了吗？没有，还是那我们回家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是最近呢，每天都跟我讲说，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要请假？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请假了，他很想要出来玩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请假不是一种常态。到了，到了，这个地方叫做逢春园。好，我们到我们的目的地了。最近呢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我挑了一个很清凉消暑的民宿。它是一个庄园型的民宿。对，人文，我自己看不到我耶。你看不到你是不是？你好不容易可以入境，你先等我讲完好不好？等一下下就好了哦。反正这边是一个人文气息比较重的民宿。然后我们这次能来住这边是有厂商赞助的，所以要跟你们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我会用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置入这个商品。那假如你们有发现是什么商品的话，赶快在下面留言说你置入了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吧，那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奖品。真的很难发现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仔细看。那这个是要什么？好，在这里。哎，你好，我要来 check in。好，没问题，请进哦。是在前面，是在前面。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那个下午茶的开箱礼。哦。对，那就是里面的一人一份。哦。这很像那种外卖的。好多。哦，好漂亮哦。哦，蛋糕耶。对。有三个蛋糕吗？太多了吧。谢谢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是豆浆的味道，这个。这个是豆浆的味道。豆浆。他刚刚在这样拿了这个起来，然后这样按了一下，然后吃一吃，有豆浆的味道。我想说你也太敏感了，怎么那么神奇？他刚刚这个，他这个绿豆糕是真的，就是你可以吃到完完全全，就是好像是在吃绿豆泥一样的感觉。很消暑吧，这个地方。今天这样子讲说消暑，我实在是感觉不出来。因为今天本来就有点凉。你刚看到我们在穿长袖，你觉得消暑在哪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电视，他没有让你看电视，你没有看到有一个布还铺起来。他是真的不给你看电视吗？应该还是可以吧。他电视这样把你粘起来，也太 cute 了。他这里的房间其实摆设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桌子，这边就是客厅沙发，对，后面两张床，然后那边比较特别是有一个榻榻米区，可以自己打地铺。这个床都给你睡好不好？爸爸妈妈自己睡一个床，然后你睡这个榻榻米。你可以在那边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都没有人阻止你。然后它的厕所也是还蛮宽敞的。然后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，这个水打开就是山泉水。山泉水是可以喝吗？山泉水就是拿来直接泡茶会比较甜。哦、oh, ，I see。然后这边藏了一台冰箱。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，很适合拿来冰园林的百年仙草甘茶，还有园林的百年仙草凉露。你这样会太明显，很有可能不是他哦。我可以去玩了吗？怎么接不到呢？我已经看了20分钟，还没有一球来回哎。哎、欸，要不是有这边后面这个背景这么漂亮，看你们打羽毛球真的超无聊的，球都不来回的，什么都没得看。你就坐在旁边休息好了，我还不如看风景。打完羽毛球口渴，适合喝什么？仙草茶。
就是跟苗栗铜锣农民祭祖。无添加减低糖，口口健康，口口清凉。夏天适合配火锅，冬天加热喝，仙草味更浓郁。园林仙草茶，它的成分也就只有水，然后仙草干跟砂糖而已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很甜的、很死甜的那一种仙草茶。它不走那个路线。它不走那个路线，它就是真的是蛮天然的。它不走。它。哇哇哇！人家会以为有模型呢，走。嗯。我对他前面这个晚餐的 building 很有兴趣。他这一栋是他最新盖的，可是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，他刚才要叫人家吃晚餐，是用敲一个铃叫大家来吃饭。刚刚就锵锵锵了几声。他这个是杏鲍菇，画了80刀之后下去烤，然后上面再放松露。你要试试看松露吗？很高级哦，松露很高级哦。上次都直接吃。这是我吃过杏鲍菇最好吃的料理方式。嗯，你就我们自己熬煮而成的蟹肉燥，会用那个高汤，然后我吸汤的汤底去熬煮，然后再经过就是说熟成十天以上，然后我们用的是格马兰黑猪肉。今天肉燥饭好精致哦，这肉燥饭味道好精致哦。我还蛮久没有吃到就是肉燥饭，它这个真的是肉燥，肉燥，对，它是细的那种肉燥饭。我们现在外面大部分都是做那种卤肉饭，就是有一块一块的。对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儿子的嘴巴真的很灵，他这个蒸蛋真的是好吃。他说他是酥粉，你吃得出来差别吗？它真的很细致。哦，我们跟外面的长蒸、茶碗蒸，就是你还是可以吃得到，就是比较固体蛋的。它这个真的就是很骨溜到一个，就是吃进去完全融化那样子。我看他吃到快干掉，还是猛吃哎。我是熬了8个小时，哦，不对，10个小时的老母鸡汤。没有，它是老母鸡先熬过之后，再用排骨、萝卜再下去滚。嗯，很浓，味道好浓。然后它这边旁边还附了一杯酒，红露酒，说是这边的特产。我们自己家里面鸡汤煮几个小时，我也滚很久哎，是8个小时老母鸡汤吗？是没有到8个小时啊，可是就是干，什么东西？我真的不能这样子一直带他出来吃饭，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她厨艺没那么厉害，在家里煮你都不吃。这个的蛋很好吃，半点。你儿子刚刚跟我讲了我人生中不觉得我会听到的一句话。他就不要帮我。你肉燥要多一点吗？我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讲，对不对？这不用客气耶，真的，我可以多一点。肉燥了耶，脚多一点，我怕不好意思讲。没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客人要求。谢谢谢谢。是不是很了解你？对。脸皮太薄。这一晚上蛮舒服的。我觉得它的晚上比较可以感受得到它整个园区的一个氛围，它是有点欧式咖啡厅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 chill。 然后我们刚刚吃饭的那个地方，它应该就是属于比较台湾比较现代一点的那种清水模的那种感觉，这边的外观就比较接近欧风一点。我们来介绍啊，这等不及了，转另外一边，在吗？再转。等你把门打开，乌龟都当阿嬷了。什么？都是乌龟当阿嬷了。是乌龟动作很慢啊，乌龟都当到阿嬷了，你门还没打开。我有没有想要讲吃饱饭最适合再来一个仙草凉露？不过我真是太饱了，明天再说。刚才吃了2碗卤肉饭。对呀。一人吃2碗，他东西都还蛮好吃的，他连水果都用得很精致。他的东西是蛮精致的。说什么？再见
地方离我们的民宿只有6分钟，然后那边算是三星，三星最有名的就是，哦，三星最有名的是什么？三星城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都很厉害呀、啊。到了，就在右前方这边。哪里？新宝，你看，它叫做新宝体验农场。是幻觉吗？这有闻到的葱的味道。对啊，他刚刚门打开就说有个臭臭的味道。快点，快来看，你看这边 ，Look， 嗨，只走左转几次，稍坐一下哈。好，嗨，你好。哇，好帅哦。啊，园区里面有两种动物，第一种是梅花鹿，第二种是驴。鹿跟驴是谁比较聪明？我是看哈、哦，这个鹿跟驴哈、哦、都一样聪明，他们哈、哦、有时候被他们骗了好几次。你被骗？我被骗了。你怎么样？我被骗钱吗？那、不是骗钱，是你不站起来，他会给你壁咚。啊壁咚？哎，壁咚。你不是最喜欢壁咚吗？壁咚是吧？我是壁咚。再来就是我们好几次，等一下拿到资料后一定要走开。对，你的，你就跑走了，你要怎么样的味道？不要揉眼睛，哎哎哎哎哎哎。这个不行吃啦，是我的头发。哎，等会不能跑，不要跑哦，你不能害怕它哦。你不能害怕它、哦。OK， 我们去梳头发。哇，抓了一只，好抓好，等一下去柜台领200啊。哎，很好赚，我不要真的去领了哈。你加油，哎。阿普来，来看阿普。阿普阿普。为什么讲英文啊？国外进口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是哦，给他绕英文，他才听得懂。哦。他说这两只还在发情当中，所以不宜放出来。对，所以发情，所以把那两个关在同一个房间吗？啊，没有，他们两只都是公的。哦，我想说这是开房间的意思。我加上来。还撞我，太撞了！你被咬到了，你会得狂驴病哦。你知道狂驴病会怎样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会没办法克制，随时会发出喵的声音。你觉得这地方很好玩吗？很好玩。满分10分的话，这地方几分？6分。怎么才6分？7分啦。哎，那只最大只来了。啊，你怎么放他自己一个人？吓死他！耶、那为什么它那个蒜呢、啊？它的头会圆圆大大的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蒜头。对，因为它是有蒜头的。对，它其实是讲干话。一二三，跳跳。还是一二三，有没有？三跳过去哦，快到了，快哎，再两下。刚才这样子踏过去的感觉哈，我们的田沟跟我们的田埂都走过了，有没有体验到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我只是觉得很累啊，很累吗？可以，把它打开，很专业。好，打开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土拨开。一二三，幺，哦，小心 ，OK， 非常棒。你把器材不加啦！器材不加啦！为什么有个外国腔？非常好，你很像三星葱农哎，都。跟你们讲哦，三星葱农其实都是大户哦。哦，很好，然后你就来这边当葱农。那个一大片啊，像这样子一条，那个钱其实就好几千了。然后多把一点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买特斯拉了。哦，你没有跟我讲，今天这个是会弄伤身。身体的行程，我昨天才决定这个行程的，我是睡前才找到这个地方的。你真的是很充实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也是还蛮好玩的啊，但是我今天觉得我穿错东西了。你穿白色，差点摔到田里。我是真的摔到田里，他真的摔到田里。哎，哇哇哇！哦，你好，你好吗？刚刚就是一个滚
到。你是踩那个鞋边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哇，还要自己洗冲哦。教大家洗。你的瓜牛饼吗？对。小红帽，它不是葱油饼，它是葱派，它里面是满满的葱哦。你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三星葱要吃葱派，不能吃葱油饼。那葱的甜味它会比较明显。这地方是蛮好玩的。对，这还不错，因为我们这样子一天半天的时间。然后今天刚好不会很热，来，然后又可以喂动物，然后又可以做葱饼，又可以拔葱，还洗葱。难怪这个地方在 Google 评价很高。你知道你现在很适合配什么吗？你现在很适合配园林仙草凉露，天然纯粹，罐装方便携带，可以加入糖浆跟牛奶。真的把仙草做成那个凉冻，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吃这个超凉爽。这真的应该是要让我回家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刨冰机打开。你这把葱很夸张哎。这很像我妈拜拜的时候买的那种剑兰，超大一把。这个两份的葱是她付的耶，是票里面付的。我们家三餐都吃葱爆牛肉，啊，你后面那个是怎样？对，后面那是怎样？哎，豆，走快一点嘛，你会不会吃到整个嘴巴？哎，你会不会吃太爽了？你的嘴巴怎么变成小丑一样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晚餐的地方。你要说你要在这边扎营吗？停车场，这是停车场。这家餐厅叫韩基村，顾名思义就是整个村的人都，不是，顾名思义就是，顾名思义，它是卖韩国的鸡肉料理。OK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那一句是韩基村，怎么念呢？韩基村。一整只鸡耶！对啊，对啊。哇，这也太大只了。这个，然后这个是蒸好的海鲜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韩国不是很常有那种一只鸡的鸡汤吗？对。他把它做成火锅。这分量真的是蛮大的。好梦幻哦。对。不是，因为我的镜头现在雾起来了。又来了。而且那个炸鸡。你的最爱。对，这盘直接就放在我面前。它是一半原味，一半蜂蜜。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原味炸鸡，然后再淋个蜂蜜，所以它不是整个扒了的酱汁，它是在上面淋一点点蜂蜜，蜂蜜酱汁上去。它的海鲜啊，都是南方澳进，所以都蛮新鲜的。然后它刚才啊，不是把它放在上面吗？两层，用鸡汤蒸海鲜，然后海鲜的汁会再滴到鸡汤里面，超级营养的这个汤。这个四人套餐，你越多人的套餐，它会越多层，加到最后会变成那个盆子。没有盆子是最多人的，里面会有帝王蟹，可是要先预定。先忘记。嘿，带着带着蛮有喜感的，带着啦，蛮有喜感的。很好喝的汤。是鸡肉加海鲜。对，基本上怎么样健康都不会出错。就是很鲜，很鲜，很鲜，很鲜。鲜甜。我觉得你来一定要先吃一下这个，这是他们特制的那个章鱼脚，辣半生章鱼脚，对，非常的开胃。这家不会很辣，它只是比较甜，微辣，然后甜甜的。对。
饱哦，好饱哟，太饱了吧？我觉得来那个鸡汤一定要叫，那个鸡汤真的是很鲜到一个夸张，真的。我而且它这边的海鲜真的挖的很细的，饱了。然后我也觉得它那个韩式烤肉包生菜，包生菜那个也是很必点。哎，不错哦，你还有办法思考。我现在脑已经没有氧气了，对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四人的套餐，对，所以分量非常的大。嗯，所以我想要说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因为我现在脑真的没有办法运作了。好，明天再见了，各位。地方第一天来，因为有人在这边，所以我没有介绍到。这里也是他喝茶的一个小区块。他这边看出去就一整片是南洋溪谷，然后后面那个是中央山脉。我早上有吃地瓜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泼墨山水画。我觉得它每天都不一样，每天的景真的都不同。像昨天的天气还算比较好，所以它昨天的蓝天就很明显。然后山的那个脉就每一层每一层是很明显的，那像今天就是雾比较多，云雾比较多。你不是说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你有点不太了解这个地方，它跟我们一般住的饭店跟民宿不太一样。好耶、它真的是要你住进来了以后有一点就是深入这整个环境，然后去吸收它的氛围以后才会了解到它的美好。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比较适合来住个两三个晚上起跳。嗯，这个地方让我想到有一个电影 ，Robin Williams 的电影叫做《美梦成真》，他是讲说你人死掉之后，你去的那个天堂的样子，就是你脑里面想象出来的样子。就假如你今天是个画家，你可能就活在你自己的油画里面，那就是你天堂的样子。啊哈，这个地方感觉就是某一个人打造出来的天堂。他这边基本上就真的是让你住在这边，然后去享受他的美食。老板真的算是蛮用心的去研究他的餐点，在这边吃的话，你会吃到就是很在地的，然后也很新鲜的一些食材，你可以去吃到食材的原味这样子。我原本是要讲说心灵沉淀下来，然后你就直接切进食物了。然后我们这次的抽奖商品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袋子，园林仙草的随身袋，很可爱。我觉得它是很潮牌，而且不是只有袋子哦，这袋子里面有两罐，一罐是我们一整路一直喝的仙草甘茶，然后另外一罐是仙草凉露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抽奖商品，它是一个保冷袋，我们忘记带出来。你们如果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自入的商品是什么的话，那我也帮不了你。那园林仙草呢，他们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仙草商品，还有卖仙草园艺可以拿来煮鸡汤的，那你们可以去他们官网看一下，他们东西都很纯，很不错，我们都试吃试喝过，也非常感谢他们赞助我们这一次出来拍片。你看他这个民宿的编号32号，他是台湾第一梯民宿，他这不是宜兰的32号，他是全台湾的32号。然后老板娘是提倡大家可以赤脚鞋子去他的草地上走踏。老板娘想说他之后想要在夏天的时候，然后让小朋友这样在外面跑，然后他之后会再做一个可以洗脚的地方出来的。我觉得脚踩湿还好，我今天早上要拍个 B-roll， 就一屁股坐在那椅子上都是露水，那所以屁股湿比较不舒服是吗？对，那整个变异会消失。我觉得这里真的算是蛮幽静的，会让你想要提早退休的感觉。我一直都很想要退休，我来这里之前我就想要退休。就是你来这里以后，你就真的可以感受到哇，
我还没感受到后面那个。只要我们没有儿子在，这个是他的身上。到到。如果说你想去拍我们，我想去喂鱼，我想去喂鱼。来来来，都讲不完话了。我们要聊天，要介绍一起哦。曾有朋友来这个地方哦。我又先请他在这边喝茶，他进去的时候我就先让他在那边静坐个差不多五分钟，差不多约莫五六分钟之后我进去。他有生气吗？他就一直流眼泪。为什么？他觉得等太久。为什么不理我？喝完茶之后他跟我讲说，徐姐，我好久没有这么放松，真的非常享受，我感动到说我自己眼泪情不自禁的我流下，说他太忙碌了。我们现在24小时都只听得到我们儿子的叫声，是很痛苦。不会啦，小天使，你不要这样。什么小天使？Not again！ 你有没有看过川普喂鱼啊？没有吧？川普喂鱼啊，整盘倒下去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川普喂鱼。那个雕像啊，那个雕像叫做你在看哪里，我在看你的眼睛。What？ 你在看哪里？我在看你的眼睛。